等一下侯市长出上架联合政府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回访家乡，出席新竹义民节，才刚坐下没多久，蔡英文总统到了。不过两人中间隔了一条走道，和两个人没有互动，仅隔空挥手致意。在我们义民庙，随处都可以看到“忠”跟“义”两个字，“忠”就是忠于土地，“义”就是义于家人、同胞。而义民的精神就是热爱我们的土地，保护我们的家人。总统也亲自来了，一定会带给我们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义民庙董事长林光华是民进党创党元老，早就表态支持赖清德。柯文哲一同参拜，但没有致辞。两人前脚刚走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随后就到。虽然地主林光华没有出来迎接，但新竹县长杨文科很帮忙。我们台湾就需要侯友宜来让我们的国家繁荣。我会结合我们所有台湾人的力量，不分你我，让我们台湾会更好。前一天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来义民庙参拜，由国民党中常委范全联相陪，抢400多万客家选票，参选人各自拼场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、池千里、郑永如，台湾新竹报道。